大家好，我是 Susan， 今天呢很开心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非常好种、超级好种的水果百香果。你看这个花，如果没有蜜蜂的话呢，你要自己授粉。花也很漂亮，而且百香果真的这么大。这是我朋友家的百香果，然后呢我自己也有插，我朋友有插一只给我。其实呢插的很简单，就是捡起来，然后呢插在土里面扦插，春天的时候扦插。是我朋友插枝给我的，它其实就是很简单，就是插在这种小小的盆子里面而已，然后呢它就会活了，很容易活的。然后我现在想拿回来呢，想给它种在比较大一点的盆子里面。我准备呢用这个50加仑的桶来种，这个是很大，然后呢放了 一包这个，因为其实是底下是应该放点那种牛粪啊或者鸡粪会比较好一点，不用用这种土，可是我们家现在就只有这种土，我就凑合吧，这种专门给 raised bed 的这种土，这种，然后我就凑合吧。然后呢这个是我妈妈就把它直接给它拿起来而已。哦，你看它有根，你看等一下给它根长得这么好，对不对？这个白白的就是那个根，长得很好。然后我就这样子放下去。OK，OK， 很好。然后呢，叫我妈妈的再把那个土盖上去。刚好一整包的土。百香果是很好种的。我喜欢用这种桶种，这种是50加仑的，很大。这种土种，这种盆子种比较好了，因为我们这边呢靠山边呢很多的那个很多地鼠啊，它会把那个根咬掉，很讨厌。好，这个已经种好了，然后呢它现在湿湿的，我刚才今天不用施等会我给它施一下，浇一点点水就好了。好，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